今天是陈晓的生日，而就在今天，陈晓与女友陈妍希终于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，在合肥正式领取了结婚证，成为了合法的夫妻，现场也是十分甜蜜。陈妍希身穿一身喜庆的红裙，手拿结婚证，开心灿笑不断，而陈晓则是雪白的衬衫，满脸都是幸福的微笑。据悉，两人将于本月19日在北京举行盛大的婚礼，所长在这里恭喜二位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昨天，根据郑钧原创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《摇滚藏獒》在京首映，王菲受好友郑钧邀请，携大女儿窦靖童出席，小女儿李嫣也低调现身，走在台下。同样在昨天，陈妍希陈晓现身机场，只见陈妍希靠陈晓肩头，开启小夫妻模式，十指紧扣，亲密互动，满眼宠溺。邓紫棋难得曝光了妈妈近照，邓妈妈不仅看上去十分漂亮，还很年轻。刘诗诗妈妈同样气质长相都十分出众。不得不说，这些明星妈妈们如果年轻10岁出道，说不定比女儿们还好呢。凭精神形象而获封玉女掌门人的周慧敏，近日360度大变身，剪掉了留了多年的长发，还别说，短发比长发更减龄，让她一秒变回18岁。